点缀的是我们从全球找来的老钱币。哦，老钱币啊！我当时就是因为我们去到 Limits House， 然后看到很多好玩的设计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们也来做一件我自己的属于 Limits 风格的衣服。那最后我说，那就加入 Old Money 这样的元素在里面，因为我比较喜欢复古的东西，你们都知道，所以。很感谢找了这么多都是各种老的这种钱币，我都很喜欢。然后大家看一下背后，好，我们来转，哇，背后是这样的哦，背后就是你们啊，背后就是你们啊，是一个 K 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送给坤今天的礼物。然后大家会发现，其实我身上穿的就是第二代了，所以呢，我们给坤的是第一代，这是第二代，然后到主持人是第三代。那坤现在身上穿的，其实我怎么感觉在今天现场当孙子？然后第一代、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开个小玩笑啊。然后坤今天身上穿的这件也是让我们很骄傲的，因为机车夹克是美国的，没错，美国的一件衣服，但是这一件是我们第一次和一个中国的设计师。合作的，就好像坤是第一个我们要介绍给世界的中国偶像一样，这件也是第一次一个中国的设计师来改造西方的美国的牛仔夹克，穿在坤的身上好不好看？ So tonight we are only one, number one and first one, right? 谢谢，谢谢，太棒了。所以我们希望坤可以喜欢这一件衣服，如果不喜欢，我们还可以再继续改。喜欢，但是再来几件也没事啊。再来几件送粉丝，对不对？好的，好的。那接下来时间，我们有请两位，我们一起站到我们的礼物身边，拍一张照片，好不好？来面对我们的镜头 ，Let's get ready。来来来，稍微靠拢一点 ，OK。你们俩在跳舞 ，OK。Face camera three and two and one。让我们掌声送给 Ryan 好不好？感谢 Levi's 为我们送上这样非常非常精细的礼物，太精致了。OK， 谢谢 Ryan， 谢谢。我们稍事休息。谢谢 Ryan， 再次感谢，感谢精彩的介绍，同时也感谢我们带上这么棒的礼物。好的，来给我。好的，那今天在现场啊，其实我们是有直播的。那么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，我们将会考虑一下我们线上所有正在观看直播的所有的观众。那我现在手上拿的是我们的手机，那同时呢，我们从我们的对应的直播平台当中呢，挑选出了一些在线上的爱坤们想要问到坤的一些问题。那接下来你们将会有机会在现场听到坤给出你们的答案。首先我先问一个问题啊，那这个直播算直播算哎，我还没说完。好，开个玩笑。哦，好，开个玩笑。你觉得算吗？好，改天再来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女孩子真的很不能开玩笑，是吗？你们超认真的，对不对？